嗨，喂，哦，你好，我是阿呆。嗨，阿呆，今晚第一位哦，不是，不是第一位女性。嗨，你好，阿呆，你好。你真的觉得我是阿呆吗？对啊，你就是阿呆啊。不然你是箭头吗？我知道啦，你就是屁红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才说我知道的时候你就笑，你知道我知道你是谁哦？嗯？我是屁红豆啊。啊，我知道啊。欸，我声音很嗨的时候才会很屁啦。没有，你随时都很屁啊。啊，嗯，你难过吗？我很冷静的时候就会很。你冷静也屁，不冷静也屁。哎哎哎，红豆，你平常的好朋友有几个啊？最熟的好朋友？两个，三个。嗯，那你们平常都在聊些什么？为什么要问？你们都是那种功课好的人吗？还是功课普通的人？是还是功课差的人？还是根本没有那三个人？还是其实那三个都住在你的脑子里？我比较好，功课比较好一点。你功课比较好，就是我有个乐乐，有个悠悠，有一个诺诺。那燕燕呢？燕燕呢？所以他们是你的高中同学吗？对啊。哦、嗯，好，没有，我只是很有点好奇，就是你真实人生大概是什么样子？为什么？怕你没朋友啊？对啊，就怕你真的太寂寞。你知道我每天半夜要打电话进来一个节目，而且打一次不够，打两次不够，还要打电话就说问主持人说，一个歌手不是只能播一首歌吗？突然让我想到，我今天又想要听烟灰缸加现代艺术，怎么样？有够烦，颜悦自己都没听那么多次吧？乱讲。没事了，红豆，那拜喽。哎、欸，马克，你知道我是长什么样子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嗯嗯，我应该要知道吗？我哪只眼睛看过你了？你们真的很烦、欸。有啊，我有看过你，当然有看过我啊。这什么逻辑啊？哥有点 miss 啦，我搞不懂啊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我看过 Justin Bieber， Justin Bieber 应该就要知道我了。可是你有看像我啊？我有看像你。他就是偶像都是这样，偶像会看向现场所有人。你少在那边，你少在那边。可是其实你没有映入他的眼帘。我是说去拿赠品的时候啦。你什么时候啊？什么时候？你说来拿赠品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在电台的电梯门口交错这样子吗？嗯，我在柜台的时候，然后我叫你马克，然后你说嗨。哦。那你有说我是红豆吗？嗯，没有。那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嘿呀、啊。嘿呀、啊，有事吗？好啦，屁红豆，快去播啦！屁红豆，播歌啊！再见。屁红豆挂我电话哦！你干嘛要惹怒屁红豆啊？你突然觉得很舒压？我觉得惹怒他有点开心，蛮变态的你。